如果这个是齐胜，这个是你，这个就是我。我们在江北大营的时候，你我都知道，齐胜早就有杀了你我二人的意图。不光是你，就连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所以这个三角形显然是不成立的。不过今天我还要跟你说一个三角关系，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说的。刚才那个只是给你举个例子，这条是你，这条是我们张家，而这一条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。你和杨家已经组成了两角，无非就是差我这一角，便可组成黄金三角。彭鹏的意思是，黄金三角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固最牢靠的三角，一旦固定很难拆除。所以九王，你好好想想，要不要我这一角。